小孩都在这玩打雪仗，多不容易的。西安加油！早上起来发现下雪了，看是不是下雪了？底下都有是不是？这上面有，这上面有雪。现在下去给儿子取个快递，然后下午做第四轮核酸，不知道快递店开门了没。但是早上9点多雪特别大，今天还要测核酸呢。嗯，下午开始测，前面还有医务人员在消毒。谁打的雪球？全变白了。拿个雪球，打雪仗了。哎呀，太厉害了！快递正常，一会儿都10:14了，快递还没开门呢。一会儿都在取东西，下大雪了。快递什么都正常送。儿子在和他爸爸打雪仗，前面有小朋友在堆雪人，来，我们现在过去看一下。外面太冷了，没戴手套，手都快冻僵了。我手怎么这么暖和？我们用脚搭了一个艺术品。你堆这么小的雪人？不是，我们用脚搭的艺术品。啊，小孩都在这玩打雪仗。Later。好了，快递已经取了。我今天去买一块豆腐，中午做一个白菜炖粉条，看这个商店有没有卖豆腐。刚才去前面那儿，豆腐都卖光了，这也没有卖豆腐了。去了两个地方，豆腐都卖光了。今天外面下雪了，做一个白菜炖粉条，大家下去买个豆腐。我先把粉条一泡。刚才买了一瓶可乐，一会儿做一个可乐。还有昨天买的鸡翅。看我只做了4个鸡翅，就光给儿子一个人吃就够了。因为现在出去一趟不容易，省着点吃。先把鸡翅改刀，先拿料酒腌制一下吧。腌一下，倒一点点。先做个白菜炖条，一定要用这个红酒酒这个。你少放点辣，不然太辣了。特别好吃。火锅底料放进去，加水，放点八角。感觉太辣了。可以。现在把豆腐炖一炖，豆腐这个要多炖一会儿。买老豆腐就可以。老豆腐一定要用老豆腐。现在把粉条放进去炖。现在做白菜炖粉条。我给儿子做鸡翅，然后小佳再做白菜炖。可乐鸡翅，先炖一会儿。美得很啊！全员第四轮核酸检测，这栋楼排到下午2点到3点，吃完饭下去，赶上做核酸。可乐鸡翅出锅，看着颜色还可以啊，看着挺香的，不知道尝起来味道怎么样。白菜炖粉条也出锅了，撒点葱花，撒点葱花出锅。哎呀，做好了。白菜炖粉条。白菜炖粉条。是可乐鸡翅。嗯，白菜炖粉条做好了，看着粉条好吃吗？看着都好吃。味道咋样？辣不辣？嗯，可以啊。嗯。鸡翅好吃不？嗯。一会儿吃完饭再去测核酸。嗯，小伙伴，疫情也出不了门，刚好在家也练厨艺了。2000 years later， 现在过去做核酸了，这会儿好像人比较少。你还背个3级包呢，去做核酸。现在晚上去做核酸，
挺冷的，今天先下雪了，辛苦了啊，好冷的。哎，这会儿人少。妈妈，赶紧！小朋友坐的话需要登记，因为没有身份证，没有二维码。今天下雪了，特别辛苦。这是第四次核酸。坐轮椅的。能让妈妈，妈妈带上。多不容易的。晚上的状态，门依然是封锁的，然后去超市买点东西，超市现在啥东西都有。